大家好，我是 Moni 牛仔妹，请大家记得多多支持新闻米。第一日翻工，唔知会点呢？醒定啲啊！嗱，新人到职场真系要醒醒定定，小心谨慎啊！所有人同我大伙开会。留意公司群雄割据的情况，小心各方势力的范围。虽然话有咩唔识就问，但唔好咁天真，谂都唔谂就问。新仔，系，帮我攞支白酒入嚟啊！喺雪柜咩位啊？雪柜有几大啊？自己揾下啦。系。新人往往喺食物链嘅最低层，面对咁多猛虎野兽，你只好任人鱼肉，叫你做就做啦，唔好问点解啦。啊，新仔。我哋有份大 project 跟紧啊，你帮我搞掂佢啦。啊，仲有呢份，饭多，快！哎，新仔唔好搞住先啊，女厕塞咗，一阵老细要用啊，嗱，我哋通个渠先啦，快啲去，去啦。上啦，新啊，有机会嘅，等下先啊。帮我讲得有啲口干，你冲杯咖啡杯饮先。